搭乘着超跑，他会是谁嘞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来来来，我们工作人员请帮我们开门，请让我们用热烈的尖叫声来欢迎凯乐。好，我们先请凯乐，我们的黑蝴蝶先在超跑的前面先来定位一下。哦，今天凯乐的现身非常非常的气派，这是一台超过将近要2000万车价的兰宝坚尼。欢迎罗志祥突然现身，想要亲口对你说，罗志祥，你看看，刚刚就一直说，先请罗志祥跟我们现场的来媒体朋友们，还有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先打个招呼。哎，各位朋友你们好，感谢大家来支持凯乐，谢谢大家。你看是不是说了，老板就是突然之间说现身就现身，真的。老板他想要听你自己跟他说啦，这个黑蝴蝶的成绩这么棒，他也想要对啊，听听你的肯定啊。肯定啊，我觉得这一次的凯乐真的进步了很多啊，不管是在他的唱功也好，跟舞蹈也好，整个形象出来的感觉都让大家觉得为之一亮，然后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对凯乐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呢，其实不是来夸奖他的，我是来敲冰的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就是为的就是敲冰而来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怎么要敲我的冰啊？我迟迟就是为了等你这一天的，我帮你发片子就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敲冰啊，就是为了敲冰就对了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捕捉好你们要的镜头。老板准备好要敲冰了没？我没。你用头，你用头。来，老板，为你准备好了。啊，老板就用这个敲，好不好？等。对，老板就用这一根。各位，你觉得这个东西我敲不破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抱歉，防不胜防。哇塞！从家里带来的，哈哈哈哈，一身还有一身高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太开心了！你以为带我铁锤就能够怎么样了？把我挡在门外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真的很幼稚哎！怎么搞的？我们 round 没有这一块啊， round 没有这一 round 只有说要你为综艺王作假的。现在可以在老板面前许愿的有没有？我觉得都已经很圆满了，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歌，就这样简单的这样啦。因为其实呢，在之前我有说过啦，之前那个三人行的 MV 如果点击率破纪录的话呢，我就会送那个大礼。对，所以在今天呢，我要准备送你一个大礼。哎呦，因为我觉得是你送的那个礼物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呢，都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。没错。我要送你一个大礼，就是送你一个演唱会。哇！送一场演唱会，真的假的？个人演唱会，嘉宾，就是我的演唱会，要担任我的嘉宾。哎，你们想太多了。刚刚那个铁锤，你可以把铁锤拿回来。不是，小北买的，不要这样开玩笑。好，真的，送给，送他真的是属于专属的演唱会，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老板精心打造，连舞台的打样都出来 了。现场的歌迷朋友们，这是我吗？对，因为找不到你的雕像，先做一个这个代替你。对，可是同样的这个舞台的打造，就会在12月10号，是的，在 ATD Showbox 的个人演唱会，尖叫声在哪里？